年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itFM 的北部午茶 DJ So What。新的一年来到了这个猪年 ，So What 呢特别要让你听见这一首来自韩国的女子团体 A Pink 的 Mr. Chu。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曲呢？因为 Chu 的音跟猪的音很像。然后他的歌词有特别讲到说，见了一面就还想要见第二次，见了两三次之后就更想要抱紧你。所以 HitFM 的听众朋友，希望新的一年只要听到 HitFM 之后就，有一种永远分不开的感觉，因为 So What 也是这种感觉啦。让你听到这首 A Pink 的 Mr. Chu， 祝你猪年行大运。